张又霞说，发展永久睦邻友好、全面战略协作、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战略抉择。近年来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，中俄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，两军关系发展势头强劲。中方愿与俄方共同努力，积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，携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。绍伊古说，俄方愿与中方持续深化务实交流合作，不断巩固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。会谈前，张又霞为绍伊古举行欢迎仪式，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。